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老铁们看到了吗？我今天准备了一块猪排，咱们今天做一个什么呀？做一个照烧猪排。废话不多说，先去给它焯一下水。猪排冷水下锅，开火，加入去腥三剂客，葱姜，料酒，排骨煮好以后捞出，下面咱们调个料汁，生抽、老抽、蜂蜜、料酒，锅开以后下入排骨，加入照烧汁，炖上20分钟。煮好的排骨捞出以后啊，咱们再刷上一层照烧汁。烤箱啊，上下火220度，咱们给它烤上20分钟。好了，你取出。哇塞！哇塞，太漂亮了。咱们呢，在表皮上再刷上一层蜂蜜。收好蜂蜜以后，咱们再把它放到烤箱烤5分钟。来点快乐水儿，尝尝。哇，得劲！哎呀，老铁们，太好吃了！哇哇，老铁们看，这水果好有嚼劲，爽。哇塞，太爽了！哇，看到你们，
这脆果有点硬，你先，你先。哇塞！太有劲劲了。哎呀，实在是太美味了，老铁们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啊！再见。